刘文不停钉钉，一直看着兔兔。被抢的那个人会有什么奖？掏一下，我就知道他肯定要给我挣了，我就悄悄的。然后就是不停的抛梗接梗，这好像蒜有肉，就是里面那个泡肉蒜啊，还是蒜瓜事件蒜。然后两个小学生开始互争，我也可以，我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我觉得我是啊，我只能争指北，觉得我是啊。哎，我说的啥？我没讲吗？你没讲，不讲了呀？你们讲的啊？飞机上，飞机上讲的啊。你要这样。兄弟，心照了。最后当然也要打一下歌啦，请大家多听一下我们的傻瓜。你可以把那个应援的那个视频好好看一下，把它记住，下次还跟我们一起跳哦。可以来，好的，大声一起喊出来。